你准备从研究所里辞职了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个打算？你先让你当年是一门心思的要进航天研究所，而且一待待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为什么要辞职呢？个人原因。前阵子我爸妈来上海了，却没有告诉我。我去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几十块钱一晚上的小旅馆，房间里。 是有一些病症。那天我遇见一个隔壁班的，你去他们公司应聘了。于托不是在航天研究所吗？薪水你们猜怎么着？跟应届毕业生一模一样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到我这个团队来。哎，哎呀，我们哪儿都不去，哎呦，这挺好的啊。跟你说，孩子也不用太有出息，真有时候。 放心，爸真的没事儿。我从小自不聪明，结果人到三十，事不成。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。